主料，换鱼1000克，葱一条，姜丝5条，蒜粒3粒，辅料，蚝油、糖、油。准备姜蒜，换鱼洗干净切均匀块状，蒜姜放到热油锅中炒一炒，加入换鱼和葱煎香，大概煎5分钟左右。5分钟后加入水和调料，盖上锅盖再煮8分钟，再往上面加入葱尾巴，就可以吃了。烹饪技巧，把鱼煎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